今天大家看到这个画面，对蓝军的朋友，所有的支持者来讲都是很开心的。那绿营可能就想要见缝插针，再要创造故事。我不知道这些名嘴们又要创造什么样新的故事，但是我们一步一脚印，稳健努力的团结一致，最后能够团结胜选。